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这边讲到这，从哪去读呢？那天早上要抬头落来哈呢，抬头要早上弄糖，说抬头就出来呢。还有了还准备讲到这，跟妈妈就读，他妈没跟你讲哈，他妈路没跟你讲完呢。现在他搞这猫咪呢，去中国那边做，要在那边呢，他这猫咪呢，就这么多呢，做这米的这么多钱，再有多种路哈。多种水果哩，我哋搁家里撸了，那地干嘛哩木多点呢？当出门到，那个有出牛肉哩，点点菜哩多呢。那个多了，你这多种，你这多种都感觉哩，他个多头咩？别就干嘛水果咯？你又种搞哩一样个，他个这猫咪呢，就搁了是错，搁了枯晒呢，就搁土毛拢晒。他个猫咪搁只枯，搁只猫撸了，那地干嘛哩撸枯呢？就牛是当穿的哈，有是当养到。要等侬个睫毛没事，侬就搿只螺丝，还有个对马路了哈，侬老搿只螺丝，啥叫马路挑哈？搿叫马路挑，等于猫咪路冇安头，就看到有猫，看到得有裤子到了，这个有毛半年到2.89年了，裤子到来了呢。别讲那这出来只多，有只路有都看个，它有睫毛没事，侬就有搿只路裤个咯，也啥叫马路路呢？你不包的，叫么子路哈？又没得么子那调子，扭扭三哈，一只三木，那我好哩。领导又怎么没事呢？就搁这路口，我正难道咱那二那整啊咯，巩固上班又叫那天，领导包工了咯，下班一来一些个等么那咯，我正道。